大家好，我是甘露晨星，本次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的教学，那么主要呢讲解使用 CCD 的毛发系统呢来制作树木生长的动画效果。那本次案例呢分为了六个小节来讲解，第一节讲解毛发系统当中的几个参数以及如何使用毛发制作树干，第二节讲解树枝以及树枝上面的分叉的制作，第三节讲解树干和树枝的生长的动画，第四节讲解使用毛发替换的功能呢来替换树叶，并且呢使用风力来驱动树枝和树叶的运动，第五节讲解使用动力学来模拟树叶吹散的动画以及渲染，那么最后一节呢讲解 AE 当中如何进行合成。那么本次案例呢更多的介绍了毛发系统当中的替换的参数、动力学的参数以及材质的参数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对于在毛发模拟和渲染当中出现的问题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好，那最后呢祝大家工作学习愉快。